王这儿 Jackson， 那我现在在百事热爱全开的拍摄现场。那今天呢是跟邓紫棋姐姐一起在拍摄，她在哪里呢？我们现在马上去找她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詹邓紫棋。今天我在丛林这里，因为前两天呢，嘉尔，他抢了我的百事。对，今天我要在丛林这里报复他。喂，先让大家看看他狼狈的样子吧。人又帅，跳舞又厉害，然后又有原创，声音又好听。我有这个资格评价吗？谈什么评价？是我从小看到大，就背着那个小书包看着电视，哇，这小什么书包？这姐姐好漂亮啊！喂，我郑重澄清啊，她只比我小三岁哦，你别讲的好像我老你三十岁。从小看到大，从小看到大，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，就可能是我最放得开的时候。私底下我放得开吗？放得太开了。就是跟嘉尔一起拍广告的时候，我觉得最有趣是我们每天拍完之后聊天三个小时。聊下一天的拍摄的时候，可以怎么才有更多的点可以做得更好？我就拿了以后，到底用什么样的花式技巧才可以更丰富呢？然后讨论出来。因为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然的事情，我都是用音乐去表达我自己。比方说我13岁第一次写歌，那个原因就是因为我暗恋别校的一个学长，然后不敢跟人家说，所以我就写在歌里面。所以对我来说音乐就是一个很自然抒发的一个途径。对我来说百事喜欢音乐实在太好了，因为这就是我唯一这么热爱的东西。每天做我自己开心的事，敢去挑战吧。以前你知道没有这么多的时间跟机会做音乐嘛，条件也没有。就在我买第一部电脑的时候做了一首歌，除了我妈全部都觉得不好听，然后她就鼓励我继续做更多的歌，然后做，然后就机会来了。 For the love of it 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感觉其实就是在于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你。当你热爱一个东西，就算全世界都反对你做那件事情，可是 for the love of it 你就不怕，你先踏出信心的这一步。想喝我的百事可乐吗？噔噔噔噔，